Okay, my friend, how are you? 我今天你看我很乱，等一下先。我今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东西。为什么我包这个布皮啊？因为早两天呢，我刚刚打完针了。咁后来呢，我就觉得这东西有点咳咳的。咁又这么巧合我，突然间大便拉在肚子肚子饿，哇，饿了很多天，都两天了，哇，烧得我那个爆出来。本来我的处理那个肚子饿咧个好方法就是包住肚子，如果你睡觉的时候你都包住肚子来睡觉，包到他完全一天啦没有饿了，你腿解开。咁啊，今次咧我未打第二口针的时候都有点咳噶，第一口针咁啊就没有厉害啦。咁啊突然间有点咳嗽，咳得也是后来蛮严重。咁啊，你知道上一个疫情啦吓，咁啊后来我就觉得也是啦，我就快要打第二口针啦，怎么防疫啊？防疫嘅针啊？咁啊后来我怎么办啦吓？咁啊后来我就突然间打针之前个两天哇，突然间饿得很厉害哇，一天饿三次饿水都走出来哇。咁啊我那个小发明就是从小几十年前都是啊，一肚子饿咧我就包住嚟嘅，呢条很方便的速溶的。如果你怕它敏感咧，你最后咧因为塑胶有一种敏感的出汗水的，你最后咧就包条布织嘅，呢条布啦，咁啊包住面，咁啊然后咧，咁啊在个胃一度嗱，一个胃咁样覆住嚟，你知道吗？对。我的肚子饿没有了，平了了。咁啊，后来我本来有点咳咳的，嗰种咳咳。咁啊，后来咁啊，我就觉得哎呀惨咯，我两天后我要打针啦。等一下他说要捉我验一下有没有中招啊？还有我就怕又推迟我打个疫苗针，咁我就感觉到很害怕。很紧张又担心又没有办法嘛，你不可以制止那种咳咳嘛。咁然后我就想哎呀希望希望快点好啦，我咳咳我两天后我要打针啦吼，打疫苗针啦吼。咁后来我就包了，我就因为我饿得很厉害呀，饿水呀感觉。咁后来我就连睡觉都包住，包了咗之后呢，哇，真系 very good！ 咁啊，当我去打针嗰天有良性咳嗽，因为我之前呢以为自己喉瘤啦，喝一包豆奶，豆奶系甜就一包包装嘅，又有咳嗽，是咯，今天打针我挺你冇喝豆奶先咯，真系又影响我本来你知道吃鱼啊，豆类啊，豆奶啊，可能甜啊跟。我不知道啦，总之喝豆奶跟鱼咧系容易惹咳嗽嘅，咁啊又咳回来一点点喎，咁我立刻 stop 停止啦，咁啊停止打了个疫苗针，我都没有良性咳，我不敢出面讲，忍住都良性都没关系，咁啊后来我就觉得，哎呀我不可以喝，会嚟打完针原嚟喝很多水，你打之前一定喝饱饱，吃饱饱。咁啊，又要喝一水先，唔系一小时，唔好喝冷水，会影响你打疫苗针嘅。所以我呢种我很注重。咁啊，当我打冷针咗之后咧，咁啊，我就觉得个咳嗽越嚟越好，所以我就可以对你说有帮助。包住个肚子里面，不止防止你个大便屙、肚子屙，还有防止嗰种咳嗽有帮助。对，那种东西看你个人了哈。如果有点人呢，可能不适合，或者他用得不好的方法也不一定。所以唔好说啊，你谂偏方嘅方法百分之一百咩？对，我的东西唔系百分之一百，只不过告诉你，我们当我们咳嗽的时候，什么都尝试，什么都试一下，错一下，你就能够得到很好成功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不是每个人都。
求的困难哈，要看你一日过人啊，或者你个方法啊，用得不好啊，咁耐性也很重要啊。所以我的东西也是很多都是送你耐性的，所以利用我的视频，不是一两天就好了，因为你看我的送我的耳朵咧出水啊，有声音啊，都给我治好了，就是因为我经过半年的时间了，都要六个月啊。咁啊，慢慢，甚至一两年啦，完全好啦。所以可能嗰时候又是蛮年轻啦。呢种东西也看你个人啦，你不可以说，你为什么你可以，你骗人，你说骗人也好，不骗人也好，但是我的心得就告诉你系成功的，因为如果你遇到一种问题咧，连医生都没办法医得好你嘅，你什么都要搏噶啦。好像我告诉我的朋友。那个为什么这个耳朵大便走出来，我就告诉他，他不知道，因为他发炎用我的时候是出水的，那用了之后干了，将我那个发炎的部分收干了水，那后来就他就说偏方用的方法不好，我就说好，那个耳朵的耳膜收干了，他变成像耳大便吐出来了，证明这个方法是行了，我看你啦，所以我告诉你一点东西，做我看我的视频，其实不是骗你们，有一点耐性，一定要耐性的，因为你做什么东西都是耐性的，不可能一下子就不好了。其实好多东西，你们说啊，为什么我用你两三次都不好？因为可能好多个原因的，过人啦、方法啦、耐性啦，要放在全部最里面的，所以我正是今天好好分析给你听，所以今天呢就拍一个视频告诉你，帮助你不脂肪、肚子饿，还有咳嗽，很有效力。OK， 拜拜。